有多久没让孩子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？真可怕啊！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注意力。在原始的隧道里面，设备不足。对，什么乱讲？人家是有造型。好孝顺哦！我要跟大家说，我要来这边帮爸爸吹头发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等一下还要吹一次哦。好，好棒哦！而且这个电风扇很强哦。耶嘿！啊，跟大家说晚安。晚安。我很喜欢我的房子。速洗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哎呦，自然生长哦！你看，自然生长，我们不要怕。小心小心。就完了，我们现在进来姑丈的小木屋喽。
妈妈行政主厨兼总务杂务，兼收纳清洁，还有建筑师，还有房屋人员，我们建筑师有两位房屋人员。对啊，好的，辛苦你了。我们第一次还敢带别人出来，也算厉害了。好敢哦！欢迎万岁！万岁！露营的感觉好玩。好好，露营好好玩哦。啊？什么？你是要剪头发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那个软体可以收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。没有，我去拿高，你看拿那么高，脸会比较瘦。然后要再远一点，不要害怕。那有没有很瘦？有。第一次露营感觉对，赞了，以后再多多出来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拜拜。第一次录影觉得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开心哦。我们现在找我们的王美，噔噔，王美。哦，好吧，我们看我们的营区，我们的营区都比不上我们小美女的美。OK， 好啦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其实我们走路，有没有单杖侧手？我不要再说王彦霖带杖。没有啦，我们只有领了两件鱼而已。对啦，啊就好今天而已。我们要赶快收，不然待会又要下雨了。好，给他看一下，应该是问你收肝脏感觉如何？爽，好，就是爽。给他收，我们要回家啦。我们已经来玩两天了。好厉害哦！你忘记了？你睡两个晚上，你还记得吗？嗯。这边好玩吗？我要再睡一个晚上。你要再睡一个晚上？